再来看干地黄，第二十四，好，这个干地黄呢，这个味甘寒。一般来说，大家看到生地、熟地，啊，一看这个黑的，啊，以为它入肾。实际上呢，地黄是黄色的，原地黄是为什么叫黄？还是黄色的，因为它泡制过以后才会变成什么黑色的。好，泡制过，还有蒸，好，九蒸九晒过以后变成黑色的。好，所以它原来呢，好，因为是味道它是甘，它性是寒，甘味的入脾脏，好。它的性比较寒，那这个它那个是滋补的药很强的，好，滋补的药很强，好，因为甘味嘛，所以它能够补骨髓、长肌肉，好。那它一般来说生用的，好，都可以生用。那产地呢，像《本草经》讲的产地呢，好，这个河南呐、陕西，现在很多都人工的培植出来了，哈。那这个主治的症状是甘地黄呢，是滋阴养血的药药，好，功能凉血热血，好，凉血，血里面太热了，好，血脉里面太热了，我们用甘地黄，好，来凉血，好，我们男人跟女人呢，一般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，女人呢，我们大部分选用生地，啊，男人呢，我们大部分是有熟地，好，熟地这两个区分稍微区分一下，这个生地就是新鲜的生地，好，那男人呢是选用熟地泡制过的，好，这个生地是叫熟地，好，因为泡制过以后它性就比较温了，好，颜色比较黑的。它除了补脾胃以外，它同时补肾，能够补到精，好精子上面去。那女人呢，她不需要补精，她用熟地生地就可以了。好，生地能补血凉血，好，能够凉血。一般来说，在胎产中间，我们人身上好像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身体会比较热？因为小孩子那个小 baby 在妈妈肚子里面，她在那个胎粪啊胎都还在里面了、啊，都用个袋子在胸前带到。它并没有排除身体外，身体里面有毒，这种袋里面都是毒，毒都会产生热。这个时候你不能用生地，不，我讲错了，不能用熟地，好，大部分我们用生地，好，生地补脾胃，好，同时呢，它是能够凉血，好，能够有些毒素胎毒带了混在血里面的，它能够凉血，好，所以女人我们大部分都使用是生地，好，好，注意看这个元素中间那个地黄的元素。他说：“凉血生血，有没有补肾水正阴？好，用皮肤燥热，所以皮肤如果太干燥，我们都可以吃生地，好，就凉血用的。好，像好骨说，主心病掌中热痛，好，这个足下热而痛，这就是肾热哈。我们正常人为什么？正常人我在介绍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我就跟诸位讲过，脚底板是温热的，脚上面是冷的。”有的人整个脚是热的，代表太过，好，太过。那肾脏呢？好，第十四椎命门。那肾是水，水里面有火，好，这个火在这个火是躲在这个隐藏在水的中间的，好是。那这个火呢，外面是水，所以皮肤脚掌脚背面上摸到是冷的，脚底摸到是热的。那有一天，这个火如果没有办法待在这个里面，往外散，好，往外散，就肾脏热，肾热呢，好外泄，好热外泄。当这个热外泄的时候，像南派的温病派的呢，就会说，哎，风水丹呐，好把它热封住啊，什么样子？好，那我们经方呢，会用一些酸味的收敛的药，用一些咸味的药，好把它固定住啊，这个就可以把它固在里面。那像生地，哦，当我们遇到热肾热出来外泄过热的时候，生地都是凉血，哦，这是凉补，哦，这就是所谓的热，好，哦，太热。好，哦，唐荣川写的那个讲这个
甘地黄，好，中间有生地啊，怎么样子熟地，好，讲得非常的好，就可以看它的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常常用到生地的时候，是用在什么滋阴的药，滋阴的，好，那什么时候会需要去滋阴？因为病人呈现出来什么阴虚的症状，那老师阴虚是什么症状？阴虚就是阳症，表面上看到都是阳症，比如说整个红光满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人身体没有力。而红光满面，就呈现的都是热症，实际上是阴虚，啊，就是因为阴虚，他没有办法把阳固守住，所以阳出来看到都是阳症，阴虚，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生地，好，生地，好，那可以补血的，好，那药针呢，主治血症和水病，统统可以用，好，好，那。徐令台呢，手底补血，生地凉血，哈，这个那重剂量呢，诸位可以用，像这种没有毒的，你看两钱四钱，你看重量哈，那大剂的二两三两都用，比如病人血虚的时候，可以重剂的使用都没有关系，好，禁忌呢，你看哈，药物的禁忌很重要，脾胃比较虚弱的人，哦，大便血这种是里面比较是寒症的人，你有寒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它，生地。我们讲过，这个是阴虚，跟寒热不一样。好，阴虚里面有寒的时候，好，这个身体就好，脾胃太弱，吃下去反而不消化不好。好，好，那后面这个吴克潜的注解，好，诸位可以，好，这个稍微看一下，帮助你了解。现在市面上呢有三种身体，好，好，每一个功能都稍微。有点不太一样，好，那诸位可以看看我写的这个讲义里面就可以了。